告大王。淡定，淡定。何事慌张？报告大王，小的发现东北方向星象闪烁，想必是近来哈尔滨太火了，引爆全国。臣有本奏，我们楚地向与北国交好，何不派一队人马前去交流交流？莫慌，莫慌，本王早已部署，派天团放大招，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：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。走你，二兵接招。宋仁两架包机直奔滨城，装满湖北正宗小土豆。宋礼优惠政策大礼包，金掉下巴。宋秦荆楚千年诗情也都带上，屈原、王昭君、苏东坡，将湖北顶流大咖全部集齐，到尔滨共襄盛世。